欢迎收听今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，来看疫情渐渐趋缓，上西乡农会特别举办青农教育训练活动，邀请秀水青农社政委辅导农业工作者，善用通信工具分享家己的创业经验。另外，现场阁来安排着棒米棒的实作课程，体验休闲农业的趣味。已经到达了出发，上西农会特别在白马的家办理青农教育训练课程。邀请秀水青农社政委来分享伊的创业故事，辅导农业工作者如何运用通信工具推广家己的品牌事业。我是史努比的部分，那我们是跟这位设计师这个图的部分。咱吼因为疫情的关系吼，一个课程拢停落吼，即摆有降级啊，咱就一寡会再办的吼，加减来办安尼啦吼。咱家政班嘛拢开始办啦吼，迄个。高龄班嘛办啦，即马今仔是办咱青农联谊会哈，然后就做一个青农的教育，然后还有阮就是搁用迄个咱在地拍的米哈来做爆米花，就是那是一直就讲伊就为产地到餐桌做这个活动。这个姓青的这个青农大哥大姐哈，我是阿伟，那我们等一下要来做这个广利汤，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爱心米香，好双心米香哈，捐血做爱心的爱心米香。除了甘蔗育花，农会也请老师安排爆米棒的实作课程，让不同领域的青农会当互相交流，了解不同款的美食文化，体验休闲农业的乐趣。多中华新闻叶宏武、沙沙彩虹报道。